如果区分腰椎假性滑脱与真性滑脱，腰椎滑脱呢有假性滑脱和真性滑脱。这个真性滑脱呢，主要是由于腰椎弓的狭部出现了骨折、骨不连或者关节突出现了破坏、损伤而出现的腰椎滑脱。这种滑脱呢，我们把它称为真性腰椎滑脱。它一般会出现椎体往前移位，导致神经受到牵拉。还可以继发椎管的狭窄、这个神经的受压等症状。这个假性滑脱呢，一般是腰椎在蜕变的基础上而出现的一种滑脱，它呢主要是继发性椎间盘的损伤，这个导致了腰椎的退行性病变。它的滑脱和真性滑脱是有区别的，一般通过影像学检查，假性滑脱的呢。椎弓根狭部没有损伤，没有断裂，关节突呢相对还是比较完整的。它和真性滑脱这个治疗的原则也是不一样的。真性滑脱呢，一般是在青壮年人比较多见，多有外伤或慢性的疲劳。假性滑脱呢，多见于60岁以上的女性，它呢主要是退行性病变造成的。真性滑脱和假性滑脱呢，我们通过影像学的检查。是可以区分的，对吧？可以 CT、腰椎的正侧位、斜位片，通过这些检查，我们可以明确的诊断是真性滑脱和还是假性滑脱。真性滑脱呢，我们是可以在狭部这个部位呢，可以看到有狭部的断裂，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骨颈、脖子的断裂和分离。而假性滑脱呢，是不会有的。真性滑脱呢，除了椎体的前移，棘突呢一般不会发生移位。